蝎子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。可叹的是，身为人杰总办棒毁生巅峰低谷，他所拥有的一切被百家惦记抢夺，曾经抢商务毁粉丝，妄图取而代之，如今给剧造谣，给商务抹黑，挑拨离间，花样百出，希望粉丝最好移情别恋。曾经低谷时我不离不弃，百忍成钢，今朝盛世里我大气从容，志气无双，老虾稳，新虾乖，专注自家，谁也抢不走。写文不易，又长限流，点击关注，让我们彼此不再错过。